太空本人感觉过神秘，故所想过多年想要去探索了解。国际有名的天文学家中央太空天文所教授叶云贤，是卡西尼土星探测计划其中一对推动者，还是参加过过多世界有名的太空计划。不过除了研究地球以外，挖土是以青苔的兴趣，以穷色路过后挖土无人交易去加入挖业，认真做科学研究，登上爱去世界各国开会，看到渐渐的景色路线翕下来，有限的能由油画来创作。要运现还是用台湾渐渐的山海景色做主题，盼过亚伯的发展，千变万化的光彩屯色神，呈现出天文学家满足头度屯一秋无穷用的世界。我说 这些小望远镜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些恒星它一天到晚怎么有什么活动，那这些东西呢是大望远镜做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大望远镜的时间很宝贵。光发大量拍中球总是快入小面，既是国际著名的天文学家中央太空天文所教授叶云贤，哈那是30年前来讲澳洲太空总署让美国太空总署向下合作探测图像卡西尼计划的推动者之一。韩军为安样得到2009年 NASA 提出共享服务荣誉勋章。那个时候因为好多人想到有好多钱，要时间和远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人看到我就说怕我是傻瓜呀，傻瓜外国的有的时候也好，因为傻瓜会做一个傻的事情，有时候做出来就会不傻了。卡西尼计划老年类的太空研究范围对佛像和战斗类图像入入现功劳动态。66岁的基是美人行业在南京出世，澳门台在香港读大学，在美国拿到博士，访问如何得国做事。1998年中央太空天文所强基雷教授全球行头条。在天文研究的两位当中寻求某人毕业的，不过其实叶云贤穷写出好法图，无下贴片上的法师出现几个创作天体。我就讲笑话，后来我去考太空，进了去了念个物理的时候，缘故是因为物理比较容易考，艺术好难考，所以我就会选择去念物理。因为做科学研究，从头就机会到莫穷龙的国家开会。海内世界，叶云贤最不喜的，就是参观当地的美术馆。虽然穷写出好法图，不过上海的40岁的世界，在如那一笔开始画。因为我没去学画，然后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德国的地方，个厂呢有一个地方小店，就卖一个的油画的颜料，所以开始的时候就买一点点来试一试，后来就安阳就好起来噻。那德国很多东西很整齐，所以那时候。影响到我画的，你看我是去那个一个图书馆，那个看了我喜欢的画的楼梯，那个德国人就是一板一眼的。我也在美国念书嘛，是我念书的地方的一个风景，圣地亚哥。见摆到嘞，就找回首，看到江江的风景，初中翕相机翕下来，第二天将老街下的奖发下来。太空图除了相 Q 相认证外，除了神秘如挂蓝蓝的物色，还能入人眼的法则是系撇出来如光如缤纷的色彩。当然天文好多东西是好漂亮但是不容易画不容易画我尝试过一两次都画得好奇怪
所以我就冇喺學嘅方向去畫。不過入住顯學法中，慘到大部分幾畫都都看得到準。我喜歡的是畫那個畫的雲氣啊，雲氣那。奇怪，就是说你用一个很大，就是说很粗鲁的笔触，可以把那个云气，有的时候可以把它显现出来。画画跟那个照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有点像是你是一个音乐家在演绎那个自然给你的哈，给你影像，用你的头脑跟手哈来，当时候所想到的，来那个给你就是放上去。旅途台湾过后，郑瑞贤都告知台湾的后生后世，日本机就登到个创作灵感。台湾的风景是画不完的，也让我有机会去多认识一下个台湾的环境。那今天算起来，我可能画了大概50张台湾的风景啊，个山，可能是台湾的画家里底头。画台湾的山最多的一个呀。法斗下此如此才的线条，表现出自然不错假的韵味，参添颜色的色彩，研究出三件相应的立体层次。用你的感情哈感觉，比较容易去画出来，因为这个线条唔系同普通的画笔系唔一样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山了。山的时候就有石条哈，石条呢，那就玩一个画家就好处，人可以会将颜色会变化，所以我就唔会画个石头的棕色哈，我就将佢变成一个紫色嘅。成功不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我有几个画评的朋友，他专门是写画评的。他答应会来看，看来他之后都没有跟我再讲什么了。法图是显示天文研究是很热心的专业，回到老中央大学的绿林天文台，建制两公尺台千里镜天幕经费，让瑞贤还是老法祖拿出了银来。太空太多莫变莫生，将这个景色美魔术的痕迹，天然让人显个法，地推翻将这个山那洞中央，美不依对莫克隆个国土，重新体会两地土地个总理老美好。